是要等绿灯才可以通行，嗯，这样转也是，对啊，要看行人号志啊，他有行人的号志，要看行人的号志才可以。 专业道路自由处罚，哈，财政机关是我们三个分局，那通山直接给你5天以后才可以到超商或邮局缴纳，在12月。